啲一里系咪都系长咗啲？一里系长咗啲嘅，上次系有少少系自己问题嚟嘅，即系成日觉得只马系应该可以跑到一里，点知都系即系打咗暗包之后咧，抢跑得滞，变咗一里都系唔到。咁所以呢次就特登，因为跑物地试习之后，特登缩翻程嚟跑物地跑千二。咁啊，我觉得对佢着数啲咯吓。同埋即系只马都即系加咗眼罩嘅前速，就好似比之前千四好似仲快咗啲。系，佢戴咗眼罩之后，佢系急咗啲嘅。咁佢系即系有咁有千二嘅速度咯。咁啊，兼且场又好彩又唔系咁多快马，变咗佢可能轻松自己带。咁稍後都可能係咪呢個可能係一個好的？多數都係有跑埋地千二或者三零千四啦，都係。好，唔該曬丁師傅。